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圣日门盼名下免签跟杜简。据西班牙《每日体育报》报道，巴黎圣日门对曼城中场跟杜简感兴趣，他们想要名下将其免费签入。现年32岁的跟杜简与曼城的合同到名下到期，球员之前表达了希望重返纽伦堡的意愿。2009年跟杜简在纽伦堡开启职业生涯，一直在那里踢到2011年。不过跟杜简不会着急回到纽伦堡，巴黎圣日门正在关注他的情况，有意名下免费签入一击。跟杜简之前巴塞一直对跟杜简有意，巴黎圣日门的加入让巴塞感受到了竞争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